猪爸，猪爸，你能不能让我摸摸你的火焰杖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把我的装备全给你啊！地铁魔杖哥，不是老弟啊，这些装备你有吧？不就是黑鹰七套吗？跟谁没有事的？这是不是你的一辈子啊？哎，我没跟我七套呢，怎么没带进来啊？不是老弟啊，你玩地铁玩魔杖了吧？今天是上班的好日子啊，好日子。不对，有问题。呀，你怎么还不下来啊？不是哥们想啥呢？我忘记带辐射板了。大哥，这是经典海岛。角落的老鼠人，什么声音啊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不掉，给我吓一跳。地铁失信人，你可别骗我啊。你这丢的也不是金枪啊。呀，你玩我，玩我头盔，玩我，玩我，让你骗我就不给你。着急了吧老弟。玩你可以啊，但是你要拿你的金枪给我换啊。好啊好啊，这次啊我保证不骗你啊。不是哥们啊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